太震动了。那现在有开震动吗？有啊。我去学习，等那个，等那个东西。哪一个？有了，有在这里。这么直接看在市周围就没得比。那个比那个。我们再来个点。等一下哈，你会照相这个给大陆的看的，不是给美国看哦，给大陆看。对，他没有给我们装装那个震荡器。对。我来看看，要不要？当中顺的起来。这个正正歪的多哎，是不是大？太小。那他出门看他走，还叫他走哎。我应该当个助理先。当助理。所以讲这这个助理个，伊老多金。没问题，可以吧？那个可以用。没有，我故意不会拍照了，有声音啊，他们听得懂中文吗？这头给看，你还得听得懂中文，我们大陆人。我啊，这个是，我这是。你啊，你啊，就是耳机的事。啊，你啊，等于也一直在，一直在。你这边还有大问题。有了，他比之前好，不然的话早就那个了。我看他进去了，你拉的怎么样？拉的，拉的。我给你借一年，借好以后就住个家了，借好住个家了。有不要不要不要有，我无啦，我是在摸。三个小时，三个小时出来呗。其实会掉了，但是问题是太少了。我搞的干的。没有，它它转上去的东西越来越少。
先停了吗？等完了，到了七八点钟再停。